14把比赛给当成一回事，他们要在第13场就先开胡大分，直接走进了野区 ，carry 还没有出钩，直接勾到了露露，那反而是瞄准走掉的 Arthur 并没有出事，这个碎玉练法真好，练到了3，拿下了 first blood， 极限的进攻，甚至应该说他们就是没有想到一点会被进来了，又他也没想到他们会在三角草丛里面做蹲点 ，Arthur 倒给了白棋，等到补完装，那已经不是想 reset， 在想 remake 啊。我闪现出钩，勾到了一个没有闪的3，那么回来用充能打击击飞之后，又回旋飞斧拿下了3。那么中路 Cody 闪现躲掉了是钢铁繁殖的 Q3， 红光这边是有机会的哦。来了，现在是隐形闪潮过来，加上是自己的目光强袭，是稍微把任迪给砍成了残血，任迪只剩下一滴，还有一刀。In House 拿到任迪的人头，那用充能一起击飞 Cody Carry， 还能不能再走？前期的 Q 键伤害非常非常高。这里海克斯闪现出来，直接勾到那扩散，旁边回头也推回了 Carry， 但人好补上链子。我们中路叫了噬魂之刃上来开 P， Corey 这边可能要死了，不护扎圣身补了一个盾上来 ，In House 这里是有 Corey 的空杀防壁，虽然是把封印斩上来的刃体给推了回去，但是 In House 有没有办法补上输出？在 Corey 已经倒地的情况下，人豪在上路也成功 gank 到了 Kate One， 我觉得这边很可惜，因为其实三段击飞再补上一刀钢铁繁殖，哎呦 Q 这边没中，那不过补上一刀灭魂斩，他没有太多跟 Kate One 搭配的机会。其实光就以对线上来讲，他自己赢很多，可是两次受到人豪，这是闪现躲掉了封印斩，中掉空杀防御把刃迪给推回塔下，但是有第三段的钢铁繁殖击飞了 Corey， 带走人头，人叠界呢也叠了5层喽。哇！但人豪这波的蹲点逮到了 Arthas， 链子加充能一级，加的是沉默，完全不给对方一点反应的时间，闪现功能都在手的情况下 ，Arthas 倒了。这个大绝是用在进攻上，而不是防守上。他这边其实知道自己的中路要打起来，但是上路钢铁勾射踢到之后，不给一脚精密解破，现在是准备又要再把狮子关起来打一次。那么第二脚精密解破，这是解破狮子啊 ！Arthas 又倒了呀，这才13分钟，那中路叫出了预示者，考尤瑞怎么也死了？任迪在下路边线又遇到了考尤瑞，11等打9等，直接看到就是封命斩，见面5秒就要劈死你。先盖了一座塔，矿场旁边也跟着推，但噬魂之刃过强，第三段的钢铁繁殖是没有击飞考尤瑞，但噬魂之刃回到了塔下，但考尤瑞你要怎么逃生呢？现在情况怎么办？人豪也来了，那么被逼到了吸烟区里面，任迪、人豪一起夹，双人就在你面前，但这个外塔已经准备要被踢掉。金米杰普踢掉之后，现在是4个打2个 ，In House 隐形上来，但先交出了灵气庇护，能不能再撑一下？血腥猎杀，隐形在了草丛里面 ，Cat One 还想要躲，躲不住了，猎人来了。那么下路也打了起来，这是任迪在对面下位二塔前面一个砍3个，最后没砍过 ，shutdown 掉给了 Arthas。In House 他的启动法术换了这个虚弱之后，一直没有时间放。但可莉在草丛里面被任迪找到，戳了一刀，噬魂之刃已经准备要飞回去，这空塔方面飞了回来，是想要留 carry 的人头。沙兵五杀尊身上来，是用上影霸者想要硬追，想要闪现，想要再留，但白起闪上来没有暴击，没有砍下 Corey， 反而自己的位置变得特别的差，在这个窄口还能不能再跑一下？人豪状态是不是到，直接把给毁灭掉了。那白起他这边还在拉扯，虽然交了一个立场，不会被普攻给打到，但第二刀下来，白起拿下了自己的人头。后面回来又是这个位置，任迪又是要一个打3个，噬魂之刃交上去，对的是 In House 疯狂开 P， 但其实 P 的输出并没有很好，但隐形算的时间并没有算的特别的准，然后被定在了墙上，有一个剑气庇护的真情况，英浩只是成功的做撤退，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说这把比赛圣光美德的效果还没有开始发挥，这里哭是发疯踢了进去，盖了一个晶体结界，但是被空杀防御推开，英浩反而是下来痛什么伤害就不见了，人豪一个链子变不见了，对方的中啊再撞一下又把阿斯给撞死。